没错，今天这条视频就是一期卷发教程。我发现我的每条视频下面问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头发，虽然我之前也给大家出过卷发教程，但是都是手动的，需要一些手法，然后很多宝宝反应说学不会。那今天直接用 Lina 家的这个自动卷发棒来卷，不需要任何手法，有手就会。首先同样的把头发分成两份，然后取出后面的一撮放进这个卡口里，然后我们按右边这个键，因为这个是向外卷的，然后不要动啊。好，停，然后我们听这个滴滴声，大概滴个七八秒。好，现在就可以了。怎么样？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是智商税，现在一整个啪啪的打脸。我这个弧度它是比较自然的弧度，如果大家想要卷一点的话，就可以多停留几秒。然后同样的，我们另外一边也是先取出来一小撮，然后把它放进去。然后我们这边键，记住这个键是按，也是按右边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卡槽面朝外面，我们这个按键是面朝对面的，但是这边是面朝后面的，所以刚刚我们这边是按右键，把它反过来洗，是相当于是按刚的这个左键，但是我们面朝里就是按右键，不然的话到时候你的卷会卷反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上面的最后一撮，我们要卷的，刚我们卷过不是在这吗？最上面这一撮我们要卷的稍微高一点，大概在耳朵。现在我们全部卷好了之后，不要动它，我们用他们家的这个再夹一下我们的高颅顶。现在我们这个头发差不多也该亮亮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级简单？那些手笨的宝宝赶紧给我冲呀！不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